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53面，653面。从第三行最后的三个字看起，第三行倒数第三行，最后三个字，如天台沙门，忍空四指，劝心往生论，劝心往生论。他说今生荣华一期之臣，是今生纵然是我们荣华富贵，这是一生，臣就是列臣，这几十年的寒暑，荣华富贵，皆苦果于一劫，这一生所造的业，感召来世的苦果，多长的时间呢？是一劫。前面说一期之臣，就是一生，这一生当中造的罪业苦果要一劫去感受，这是讲世间人，现世人勤修虚语之间，这是讲念念佛修行，没有用一生的时间呢。你几岁才听到佛法？什么时候你在相信念佛法门？你念了几年佛？一般讲，真念佛，真明白了，真相信了，3年到5年，须臾之间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开智慧于三明。无论是世间或出世间，都是因小果大。世间富贵人有意无意造作罪业，不说别的，单单饮食伤害多少生命，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疏忽掉了的呀。受报的时间长啊，造罪业受报时间长。那念佛呢，往生极乐世界受报的时间就更长了。凡往生者精品永把生死之本六道里面生死的根本拔掉了。换一句话说，你永远不会再到六道里面来流转了。无福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的无量寿啊！再也不迷惑了，再也不造罪业了，
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是善恶业都没有啊，我们只有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叫净业啊。为什么？诸位想想，极乐世界的居民，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这经上告诉我们，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如果起心动念都没有了，你就想他造什么业，他没有造的了。造业一定要起心动念，一定要分别执着。啊，法身菩萨明心见性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了。同居土里面虽然往生的时候没断，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他啊，他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的烦恼习气不起作用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没有缘，你这个烦恼习气生不起来啊。像种子，植物种子一样，有种子没有土壤，没有阳光，没有水分，没有泥土，它长不出来呀。啊，这就是极乐世界没有缘啊，缘断掉了啊。个个都是阿惟越菩萨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学习环境啊。所以他们永远没有烦恼，永远没有忧患啊，无不是随意自在。如林之思摄极乐云，这是解释啊，也就是介绍了，介绍极乐世界说，弥陀净土，境界殊绝，殊是特殊，啊，绝是决定，是圣贤同会，闻法悟道，寿命永劫不退菩提，更有余乐不能过此啊，知无住苦啊。以为阔路宽，居住甚是其乐何穷啊，故劝众生求生也。这个几句话说，极乐世界的境界非常殊特啊，殊妙绝伦啊，在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的啊，这个世界圣贤同会，真的是圣贤的境界，那个里头没有凡夫啊，六道去往生的，十法界去往生的，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啊。这一句这个愿文呢，比什么都重要啊。阿惟越致菩萨，我们用华严经跟诸位说，诸位就比较清楚
原教初住以上，从初住到等觉都叫阿惟越致菩萨。《华严经》上的说的，41位化身大士，他们住哪里？华藏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也只有阿弥陀佛、十报庄严土跟华藏世界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极乐世界呢，有四圣法界，六凡只有两道。六道其他四道没有，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道。所以人天是凡夫。人六道都能去往生。他那个地方没有这四道，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四道，阿修罗、罗刹去往生的，恶鬼地狱去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大概都是在人道。那么有些在天道，可是生到那里之后，弥陀本愿威神加持，阿惟越是第20愿，48愿第20愿，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那个世界是化身，不是胎身，化身。在西方极乐世界所现的相，一化身出来的像，就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子摩真金色身，我们依照《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身体有84000相，每一个像有84000好，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我们世界古印度，他们评判一个人相好，说具足32相80种好，极乐世界是具足84000相。相有84000好，那个好里面有放光，放各种不同颜色的光，光中有化符，符到变法界、虚空界去戒淫度有缘众生。佛的相如是，阿惟越致菩萨也如是啊。平等法界，那真平等呐！不但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一切诸佛刹土也没有，所以境界殊绝。身心同会，闻法悟道，极乐世界人每一天闻的法，我们大概几个劫都学不到。为什么？
他能分身呢，他能见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想去就去，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他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啊，十方三世有多少诸佛如来，他就分多少身。同一个时间都到了，都到诸佛面前啊，供养修福。我们能够遇到一尊佛修供养，福就很大了。啊，他们每一天能供养无量无边的佛，你说多大福报啊？不说多吧，听佛说一句法，无量无边诸佛每一个人给你说一句，就无量无边去啊。啊，我们穷年累劫也没办法啊，修一辈子的时候不如他修一天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凡圣同居土地这些菩萨有没有能力应化在十方世界诸佛的十法界六道里面去帮助那些与他有缘的众生？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能啊，他有化身菩萨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神通，同样的道理啊。说到神通，我们前面呢念到三名，刚刚念过的同觉睿与三明，三明是神通啊。三明六通，啊，这三样虚命天眼漏尽啊，六通里的这三种在如来果地上叫三大，在阿罗汉呢就叫做三明啊，就是这三种啊特别殊胜。虚命知道过去，知道别人，过去生生世世通通晓得，不是只知道自己，别人都知道，一切众生他通晓得啊。虚命知过去，天眼知未来，天眼能看到未来，看到自己的未来，也看到所有一切众生的未来，这是什么？这是奇迹啊，说法奇迹。那真能帮助人呢？那漏尽呢，是一切烦恼通通断尽。啊，知道自己断尽了。啊，别人有没有断尽，通知道。啊，所以他教化众生呢，其机其理啊，没有这种能力，教化众生难啊！众生几个问题就把你问到了，
你不能答复。佛菩萨、阿罗汉不以神通做佛事，但是那些神通表演在生活当中，表演在接触大众，为大众开示、答复问题，帮众生解决一切苦难，他有这个能力。这是讲什么呢？自在随意，没有神通不能自在随意。寿命这我们都知道，从有量到无量。有量的无量寿啊，通到无量的无量寿，这真的是无量寿。临知在此地讲寿命永劫。永世长远，没尽头的。不退菩提，圆真三不退。是更有余禄啊，不过不能过此啊。这是讲他方世界。什么样的禄都不能够超过极乐世界。那单就植物住苦是一味可乐了。单就这一样。这就是非常可乐的事情。这他方世界都没有的。一味可乐。这是接上面一句的哈，宽居住甚思。这个甚思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自己德位的提升，在极乐世界是品位的提升，这个快乐像在学校里念书一样，年年升级，很快乐。同时他又经常不断的，也可以说永远没有中断。十方世界太大了，有缘众生太多了，他都能够应化于其中，显应明应，得大自在。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给诸位说，起心动念就不落了，就有苦了。我们现在要能够是体会一点佛菩萨那个落实，或者是西方是极乐世界菩萨的落实，我们从把什么东西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就能稍稍体会一些真如。这个世间一切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一切随缘，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四十八愿，除这个之外统统都不要了。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这一句德号里头有无量的光明，有无量的功德，
有无量的福报，无量诸佛护念，无量天龙善神拥护你，这个乐很得了啊！这其乐何穷啊？故劝众求生也！啊，用这样殊胜呐、啊，好事啊！啊，他遇到了，他享受到了。这才是劝我们，为什么劝我们？我们跟他有缘，我们是他有缘众生，所以他来劝我们。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请看下面的，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啊，这是最后这一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垂此，既劝大众先求极乐，佛与众生应是疑惑，名声遍地。啊，从这几句文，我们就能体会到世尊的慈悲。啊，世尊的心也只有一个念头，啊，他没有念头，我们说他有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念念希望众生赶快成佛，啊，确实有一点像慈母盼望小孩早一点回家啊，心喜欢求生极乐世界，啊，又为我们开导，要把疑惑放下，对极乐世界不怀疑，对阿弥陀佛不怀疑。对经中所说一切境界不怀疑，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为什么？如果有疑惑，就很容易升到边地。啊，视为如来开示的第四点，啊，就是这一品里的最后的一段。啊，经云：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是劝众沉静专修，一心精进。啊，没有沉静，
得不到。印祖的话我们要记住，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佛教众生大公无私啊，平等施受啊，但是每一个众生闻佛教诲得意不同啊，不相等啊，这是什么原因？善跟福的因缘不一样吗？善跟福的因缘从哪里看呢？从诚信看。善根福德因缘越多，诚信心就越多。善根福德因缘很薄，诚信心就很少。就在这个。世间法理，特别是近代，好的老师也不容易遇到，善知识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善知识当中，古今中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面有很多佛菩萨才来的。从前多，现在不多了。为什么？佛菩萨来，大慈大悲，众生善根成熟，他来调教，他来施舍，众生不相信，不能接受，还会毁谤，佛菩萨就不来了，也是大慈大悲。为什么呢？毁谤身教啊，罪过不浅啊！毁谤身教都是无间地狱的罪业，避免众生造这么重罪，他不来了。这个道理要懂，来是慈悲，不来也是慈悲，来是利益众生，不来还是利益众生，不让你造罪。于是我们能体会到，众生造几种罪业，佛菩萨还是会来。来怎么样？不信佛菩萨的身，信一般普通的身。也就是说，绝不给你做毁谤三宝的增上缘，众生造业，他真要不来的话，那众生就可怜了，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方便有多门呐、善巧方便。
啊，甚至于现出生身，现花草树木身，现山河大地身，其实你警觉你，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他什么身都能现。啊，沉静专修一心静业，这在今天能与这八个字相应，这确实是净土机缘成熟。啊，为什么这样的人啊，决定的生净土？啊，有沉静心，啊，有一心。就是他没有杂念，他不会杂修，他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肯定成就。啊，无得一悔呀，自为过咎。他不怀疑，他不后悔。啊，如果怀疑、后悔呢，那自己就造业障了，啊，就有过失。啊，这个过失就是会堕得一尘。啊，无得一悔呀，自为过咎。悔者，大乘一章曰：追返越悔。啊，已经做的事情。他后悔了啊！这个里面有善有恶啊，造作的恶事，他后悔了，这是好事情。还有做的善事，做完之后他后悔啊，本来是一桩好事，一后悔呀、啊，善。善就不圆满了啊！比如说布施财，布施完了之后后悔，布施财是好事情啊！啊，这一后悔呢，就打折扣了啊！打什么折扣？财布施得财富，布施之后后悔呀、啊，他还是得财富，带来很困难啊。要很辛苦才赚到钱，那欢喜布施出去之后没有后悔呀、啊，他赚钱很容易。哦，这个不相同啊！啊，你看有人赚钱赚得很辛苦啊，有人赚钱自然就来了。那只是都是布施，用心不一样。啊，这是举着一个例子。啊，诸位慢慢去想，境界广大无边际啊！过罪业就是恶业灾也，是劝大众不应疑惑，自身灾患了，以免生彼。遍地受诸恶业啊，这个恶是恶难啊，就是遭遇了困难啊，劝大众不应该呀、啊，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有任何的疑惑。啊，这话讲的都是真的，绝不是欺骗我们。有一回真的是麻烦啊，我们在菩提道上
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举出这个例子是真的，僧比边地，后面会详细给你介绍什么叫边地。你到底遇到哪些困难？边地呢，或名宜城，还有一个谢曼谷，这后面都会给你介绍的。六论云，500岁中常不见闻三宝安乐国土，谓之边地，亦曰太僧。这再次的给你提示一下，生到西方极乐世界500年，这个500年是我们人间的500年，所以在极乐世界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你见不到佛法身，见不到阿弥陀佛，见不到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你也听没有办法听到佛讲经教学。边地在极乐世界。这个是你自己造的业障，障碍你到极乐世界不能够见佛听经闻法。所以叫边地也叫太僧。太僧跟边地都是比喻。不是真正太僧，凡是到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厄难艰也，艰难。家乡俗语，此中先戒断惑。首先告诫我们要断惑、疑惑。您怀疑生遍地。立佛前，原至500岁花不开，还是莲花化身，但是莲花不开，所以不开呢，且不得知十方供养诸佛，你看这修福的，这500岁不能修福，一般往生的，就是下下品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有能力到十方去供养诸佛。听十方诸佛讲经说法。也就是到极乐世界天天修福修慧。福跟慧都是大幅度的在增长。这是世出世间找不到的机缘呐！极乐世界单单是这一点，就叫你其乐无穷啊！每一天去参访十方诸佛刹土，求福求慧。佛慧圆满，你就成佛了。所以极乐世界成佛那么快，在他方世界成佛要三大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从凡圣同居土下平下生，要修多久才能成佛呢？佛告诉我们12劫，你在别的地方一修是三大阿僧祇劫，西方极乐世界12劫，
是下下品往生。那往上去的时间就更短了，越往上去时间就越短。这个对于修学大幅度的缩短，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天天在学习，没有中断。啊，真精进啊！啊，西方世界的人身体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血肉之躯啊，啊，天天需要饮食啊。西方世界法性身，居法性土，法性金刚不坏。他没有变化，他不需要饮食，他不需要睡眠。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困惑就是两种事情。西方极乐世界解决了，不需饮食，不需睡眠，啊，精神饱满了，体力充沛，啊，每一天福慧是大幅度的往上升了，提升了。啊，所以他成佛的时间就快了嘛。连华藏世界，那都是法身菩萨，41位法身大士，文殊普贤带到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向阿弥陀佛学习。啊，为什么在华藏世界？他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证得妙觉。啊，我们讲的是初心啊，这个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在18庄严土要3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到妙觉。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哦，那就太快了。那个时间真叫大幅度就缩短了。我们讲12劫的是什么？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12劫。啊，我相信他们到这个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证果的，啊，绝对不会超过1劫，绝对不会。所以，菩萨没有不愿意往生的。慧疏曰：“十宗不退，明精进。求心所愿，是愿求往生也。啊，疑惑者，他疑什么？或是迷惑，不了佛之故。”悔是恶作，比如说初信悔，悔前信解半途而废，这叫悔，啊，叫后悔。自为过咎者，彼过不逆为。自甘身边的故啊，
这个过失在自己，不在别人呐。啊，诸恶是指什么呢？不见三宝，不闻经法，没有别的过失。过失就是指的这个。啊，不见三宝，没福啊。不闻经法，智慧不开啊。啊，这一段就是慧疏解释的比较详细。啊，把疑惑真理提出来了。啊，是不了佛智。啊，至于三昧中是否包括边际问题？无量寿经钞。论之甚详。超越经书不同。这个经就是指的五种云一本。啊，这经是汉译的。汉译为无量寿清净。啊，清净平等觉经。啊，大明大阿弥陀经啊，这是无疑。他说：“中下辈是，指中辈、下辈皆有边际。啊，经经，这个经经是指。”为的康僧铠的本子啊，康僧铠的本子说不二啊，别说之，故注思一义，注思指的是谭鸾、元晓、法柱、如瞻等事啊，存不舍矣。而以及谨心、龙心、仁悦等事呢，存摄矣。啊，过去一义啊，并不相违。啊，但以此经翻译正本，谭鸾大师、我宗高祖啊，经虚一致啊，啊，就是谭鸾的略论。啊，六论里说得好，又有一种往生安乐。你看，不入三辈，三辈是上辈、中辈、下辈，我们在前面呢读过。啊，三辈往生，往生真因。啊，这是不入三辈，啊，复三辈呢，在信心往生，一所全也。边地就是疑心往生，一所戒也。啊，说三辈是信心往生呢，我们应该劝导，要勉励他。啊，这个是决定入位的。啊，看他念佛功夫前身，发心大小。啊，上辈生十八土，中辈生方便土，下辈生同居土。啊，三辈各有九品。
啊，那么这一类呢，这边地是疑心往生。为什么疑心也会往生？啊，这个下，下面一品。啊，下面呢会讲到啊，疑心是对于是两种，一种呢是怀疑自己啊，怕自己善根福德不够，他也念佛，也求往生，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把握。侥幸，如果能往生很好，不能往生就算了，试试看，用这种心态，他能往生生边地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法门不许可有疑惑。有疑惑的人呢，真跟肯干的人，想试试看也行，他就到边落在边地。所以佛在这里劝导我，最好是信心往生，不要怀疑。信心往生至少也是下品下生的，他入品位了，不一样啊，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正式的学生啊。那个边地是不等于说旁听生的，那是预备班的，还不是正式的。所以这个应该要劝诫啊，是信疑劝诫啊，要劝信，要戒疑。天地水火，何得相生？天地不相生，水火不相生。比喻疑信不相识。信心往生跟疑心往生不一样。这说的很有道理。说超论深山啊。这个超是坛然法师的。具信心者入三辈。存疑心者多遍地。良心不同生出必异。是以经此绘本于三界外别名边地一尘后头有一品经第40品，40品就叫边地一尘到后面会有详细说明总之我们要信心，不要有怀疑，这比什么都重要。疑惑带来的麻烦是真大。我们最近讲这个贪嗔痴慢疑。疑惑的灾难，我认为超过前面讲的贪嗔痴慢疑。对我们自己身体来讲的话，疑心太重，连自己都不相信，免疫能力全毁了。一个人生病，怀疑他的病不会好，这个人定死无疑。为什么呢？再好的医生不能救他，他自己的信心没有了。如果信心非常坚强，不找医生不吃药病会好，你看这个信心多重要啊！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特别是山崩地陷地突然掉下去了，这个都是属于怀疑。
啊，大地不坚固，一怀疑地就不坚固啊，一定要记住佛的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念头变了，外头境界跟着变，境随心转。要记住啊！啊，信心坚定啊，毕生净土啊！我们这一生问题全解决了。啊，最后这一小段，弥勒临受佛旨，乃向佛言：“受佛名慧。”啊，佛的开示，弥勒菩萨圆满地接受了。啊，真的是信受奉行。啊，向佛言，就弥勒拜佛。啊，受佛名慧，名这里就有智的意思，有悖的意思。啊，悖就是本自具，具足，有显有发的意思。啊，名慧，显发大智。啊，佛一说。弥勒菩萨明白了，弥勒菩萨觉悟了，啊，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啊，自行化他。啊，那么换一句话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必定讲净土法门，必定讲这部经。啊，专点呢？专业，精是精进，啊，修是修行，学是学道，精进修学，法华经略，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啊，法华经上这两句我们要记住，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根性。啊，顿超。我们做不到。顿舍，我们舍不了。哎，渐渐修学，渐渐放下，我们可以做。啊，早年张家大师就是这样教我。啊，明白地告诉我，三个老师没见过面的。但是给我讲的是同样的话，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话。我能不信吗？啊，什么话呢？你决定不能跟慧能学。慧能是天才呀，一步登天呐。你登不上天呢，摔下来就粉身碎骨啊。啊，李老师，张家老师，方东伟。三个人都是这样教我，教我怎么样呢？要渐渐修学啊，像上楼呀。慧能大师是一步就上去了，那要本事啊，我们没这个本事，上楼梯一层一层爬上去。
啊，这个方法，方老师告诉我，中等天分的人都能成就。啊，只要你肯努力，啊，能够精进发奋，啊，一定会有成就。啊，慧能那个方法，理上讲没问题，事上讲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方老师告诉我，慧能之前没见过，慧能以后也没见过，渐渐修学，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有。啊，五灯会员里头有1700个例子，他们就是渐渐修学，最后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彻悟见性，境界完全相同，跟慧能大师相同，啊，跟释迦牟尼佛也相同。啊，所以。学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根性，自己采取什么方法来帮助自己，这就太重要了。啊，你的方法要搞错了，那带来的麻烦就大了。啊，真有智慧的老师，他也能看出来，他也会帮助你。啊，不过我们这一代的人太过于自负了，啊，过于自负，自信心太强，自以为是，老师也为难。啊，我年轻有这个习气。啊，这个毛病慢慢的把它改正过来，是张家大师教的，所以我们有张家大师那一关不会成就。那个3年，啊，张家大师不是言教，身教啊，啊，唯一摄受人心，啊，你跟他见面，那个磁场就特别好。一句话不说，做2个钟点，非常舒服，就不想离开。啊，完全在定中啊，你没有杂念的。大师说话很少。但是非常有力，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啊，人真诚、慈悲，啊，对待任何人平等施舍。啊，他告诉我，很多人以为他的地位太高了，不敢跟他见面。他说：“其实，任何人到这儿来，我都欢喜，我都欢喜啊！啊，确实在台湾，在我的地位太高了，不敢去见他，连出家人都是的。啊，我们有机会每个星期都见面，啊，我不能不去，不去得打电话来。”问我今天是不是身体不好啊，为什么没来啊，我们约的是每个星期天的见面啊，所以就不能不去啊，不去他要他的副官打电话来问我，
这一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看底下的第35篇。这个后头这几句还是很重要。后头，儒教奉行，表明了廉洁佛训，决定遵行。不敢有疑，表领受舍疑之劝，请佛劝大家，疑一定要放下，不敢生疑，疑乃万惑之所有生，故云断也，疑的害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把疑断掉。世间最可以相信的是佛的经典，但是佛的经典也有伪造的，有假的，那就不可靠了。如何辨别真假呢？老师教我们一个方法。凡是收入大藏经的都没问题。为什么？古时候这个经典你的著作要入藏，那是大事，要经过当代高僧大德的审核，然后送到皇帝那边去，皇帝批准才能入藏。如果有问题，决定入不了藏。那老师又告诉我，最好是古时候的藏经，看《藏经目录》。因为现在人编的藏经就没有这个标准了。古人标准非常严苛，取信于后代。那么中国最晚的这一部藏经，经过这种检验的，就是龙藏，乾隆时代。以后就没有这么严格了。所以老师告诉我，乾隆藏以前的可以相信。那么新的东西，我们查查古时候藏经里的有没有，有的时候跟他对照一下，如果里面是真的，没有错误，这个就可以相信。都是教我们呢断疑生信的。汇集本为什么下联句式的时候要重新汇集，就是有疑。最早汇集的王龙书，龙书居士书城人，他的老家跟我老家很近，大概只有20几公里，不到30公里。宋朝人了不起，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他的汇集本，他只看到5种原译本，他看了4种。
唐是唐朝的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会呀，这一部他没看到，所以它是四种原译本的汇集本，少了一种。而唐译里面确实有不少经的句子，这很重要啊，他都没有看到啊，这是汇集不完整，有缺陷啊。另外呢，他也改了几个字，这是很大的忌讳。当然他改的是没错，让我们更好懂，念得更顺畅。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呀，开了这个例子，他可以改，后人的时候觉得我也可以改。啊，每个人都以为可以改的话，大家都改的时候，这个书传到后来的时候就变质了。啊，所以这是很大的忌讳。啊，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可以自己用什么字去选择，汇集不行，汇集必须要原文，一个字都不可以动。啊，你不能改动它的。啊，因为有这些问题在。但是王龙书的汇集本还是被收到龙藏里面，啊，而且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疏钞，引用无量寿经这个经文，多半都是王龙书的汇集本。啊，由于这么多缺陷，清朝康熙年间，这是200多年前，魏墨生居士重新汇集，啊，汇集的本子比龙书的本子好，啊。大概是文人的习气吧，他也改动了字。啊，这个印光大师有批评，啊，决定不赞成随便改字。啊，他在五种原译本里面都看到了，取舍有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他没有取。啊，漏掉了。啊，有些不重要的，哎，他也写的很多。这是个遗憾。因此，下联居居士不得不第三次来汇集。啊，这次汇集，把前面两种汇集的故事，统统改正过来。啊，所以变成一个完善的本子。啊，我们看到这个本子，我想有些人呢，会找原本，找王龙书的本子。找魏墨生的本子，啊，合起来看，我们对这个译本就产生信心，就不再怀疑了。啊，所以我们有九种啊，无量寿经九种本子的合订本，啊，没有注解经文，让大家看看，
让大家自己比较。啊，九种无量寿经，你喜欢用哪一种，你去选哪一种，通通好啊。啊，不能说哪个第一，哪个第二，本本都第一。啊，我们用平等心来看待。啊，你喜欢哪个版本，你就用哪个版本。啊，总是缘分。啊，我对于夏老的这个汇集本呢，特别有缘分。啊，特别喜欢。啊，不能说哪个第一，哪个第二。《金刚经》上所说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这样就对。啊，关于问题呢，在契机，就是我们的喜欢，个人喜欢不一样嘛。啊，我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那个喜欢吃辣的，都好吃，没有一样不好吃的。啊，所以都是平等。这样就好。好，我们看《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名物？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个何等为物啊，应当摆在下面一段啊，这是段落。念老注解说：此品。广明著是卧苦，我们这个世界无著卧是啊，著是染污的意思啊。现在的感触特别明显，为什么呢？整个地球被染污了啊，所以现在人都讲求。环保啊，环保这个名词很近才有。30年前，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那个时候社会上没有听到什么叫环保啊，所以环保是最近30年。才兴起的啊？为什么兴起呢？这地球被染污太严重了，科学家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保护地球环境，可能50年之后啊，这个地球上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严重到这种程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讲的。讲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讲的我们现在，现前我们生活的环境，确实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用现在的话说。释迦牟尼佛对3000年后
地球上居民的预言，啊，恶者无恶，苦者无痛无烧，啊，这个痛跟烧都是形容词，劝令舍恶行善，离苦得乐。啊，现在这个世间苦，人人都尝到苦头。啊，不论富贵贫贱，通通苦。没有乐啊。可是哪一个人不想离苦得乐呢？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恶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善来的。如果我们能断恶行善，就能离苦得乐。啊，经言俗语，无戒所防，防是预防啊。预防什么？杀盗邪淫妄语饮酒，这是无恶啊。啊，杀盗淫妄酒啊，造此无恶，与现世中枉法之罪，身遭恶难，名为无痛啊。啊，在过去，杀人、偷盗、邪淫，这都有罪啊。啊，妄语，重大的妄语。欺骗社会大众，欺骗国家，啊，饮酒醉了之后，犯前面一些过失，这都会判刑的。啊，受这些刑罚，这叫无痛，是你现在受到的苦。啊，与未来世呢，是三途苦报，那叫无烧啊。啊，烧，特别是对地狱。啊，那这些什么？杀盗淫妄就是什么？是地狱业。你造地狱业，将来就要受地狱的果报。啊，是以此无恶，于未来世三途受报，说为无烧。那无恶者呢？恶因呢？无痛者化报，现世报。无烧者果报啊，果报在三途。啊，又家乡书皆是无恶语，何故但名此物？由世人喜造，故篇章。啊，章是彰显，让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讲这是无？这五种是世间人最喜欢造的。啊，才从前有伦理教育，有道德教育，有因果教育，大家收敛一点。啊，造这些恶了，都有个底线，不敢越轨。啊，所以社会的秩序能维持稳定。现在底线没有了，
啊，现在的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伦理，不相信道德，不相信因果，认为这些东西都过时了。啊，批评他们是封建时代的，是迷信。啊，科学对这五种不禁止，不但不禁止，好像还鼓励你去做。啊，还赞叹你去做，这个事情麻烦了。啊，那么今天许许多多的灾难与这个有关系。啊，可是科学家认为不然，与科学家的没有关系。啊，佛经上讲的杀盗淫是地狱罪。啊，现在人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有轮回，不相信有来世。啊，从前人都相信。现在人不相信了，真难了。啊，可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处好像都有附体，啊，有这些灵媒。啊，那么科学都说他们那是假的，那个不是真的，那是妖言惑众，那是鬼话啊，或者说的好听一点，那是神话，神话跟鬼话差不多啊。那这神话鬼话到底有没有呢？这就是我们佛经上讲的六道啊，实在是六道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要知道，六道太早太早了，啊，婆罗门教讲的，啊，释迦牟尼佛承不承认？承认，为什么承认？太见到了。六道这个讲法在古印度太普遍了，他们怎么知道的？定中看到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修的啊。佛教也特别重视啊，世尊当年在世，僧团里面几乎每一个人基本功都是四禅八定，必修课啊！啊，在禅定当中，空间维次没有了，也就是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啊，在禅定当中，能够看到六道。啊，四禅八定不是很深的禅定。啊，上面你能看到非想非非想非非想出天，下面能看到无间地狱。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同的宗教都有，都看到。啊，甚至于研究学派的、研究哲学的，他们也修禅定，他也看到，这就不是假的了。啊，佛对于这桩事情肯定承认他，但是告诉我们，那是凡夫，
三恶道是凡夫，二十八层天也是凡夫。跟我们差不多，天人福报比我们大，智慧比我们高一点。啊，三恶道没有福报，福报不如我们。啊，智慧也不一定比我们高多少。啊，不过有一点报德的五通。无从能量并不很大，啊，近一点事情小事他们都知道，重大的事情他们不晓得。啊，所以孔子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佛的态度也是如此，啊，对鬼神恭恭敬恭敬。啊，听不听鬼神的？不听。鬼神向释迦牟尼佛来学习，也皈依释迦牟尼佛，拜佛为老师。啊，听经闻法，啊，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啊，所以佛讲经啊，诸天鬼神都有，这听众都有。啊，我们看不见，佛看得见，佛有天眼，佛修过禅定，啊，所以他看得见。啊，佛弟子当中，绝大多数都证果的人，啊，至少是须陀洹，啊，出口。啊，修学大乘的，是信位的菩萨很多啊。是信位的菩萨，有一些比阿罗汉高啊。阿罗汉只等于第七性，那八性、九性、十性比阿罗汉高很多啊。何况还有大菩萨，菩萨、摩诃萨。那摩诃萨那是法身大士啊，那个位置就高了。那么像文殊普贤这一类的人，那是等觉菩萨了啊，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太清楚了，太明了了啊。但是佛的方法教学啊，佛不用神通啊，佛用教学啊。那么现在的社会感应灵媒很多啊，啊，有时候我们也接触到啊，我们怎样去应对呢？信息传过来，我们看了，我们应对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教我们咋讲，我们都不用他的。那我们学释迦牟尼佛，讲经化解灾难，提升自己；念佛化解灾难，提升自己，绝对正确。这是佛门弟子啊，啊，有鬼神来求超度，这是方便事啊。我在讲堂给你设个牌位，算你是讲堂的一种听众，不稀奇啊，你跟我大众平等呢、啊。你是我们听众里面的一员啊！
啊，皈依三宝也是佛门弟子。我们用义理平等的态度来看。啊，佛讲经教学是度十法界众生的。啊，妖魔鬼怪。畜生地狱，只要肯来学的，佛通通接受。啊，都是以佛做老师，跟佛学什么？学智慧，学觉悟。啊，觉悟，我们才能够离开这些恶道啊，才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五种杀盗淫妄酒六道里面的众生统统喜欢，这叫罪根啊！啊，忏悔的时候忏出罪根啊，罪根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加强师说了啊，举出这个武装，这是有意彰显这个无。下面说端心正意，指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五毒，不思邪恶。这才叫端心正意啊。去年一些外国的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啊，这一次算是公开的来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科学家要怎样来应对？这个论题好啊。2012明年就到了，很快啊。啊，我看到这个报告，啊，到底这个预言是有还是没有呢？大概是一半一半，一半的人认为有可能，另外一半的人认为啊，不可能，这预言不可靠。啊，可是我们要记住，有一半人认为有，啊，迎合对齐是个自然现象，啊，这种天象的奇观也不容易遇到啊，几万年才有一次，我们碰上了啊，是银河系的核心中心，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线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会产生引力的问题啊，银河的核心是黑洞，它有很大很强的吸引力，连光都被它吸进去。
所以科学家的他肯定会影响太阳。叫太阳风暴，中国古人叫太阳黑子。太阳黑子11年呢是一个周期性。每11年呢它有个爆发的期限。那么这个爆发对地球会有影响。多半是影响通信，影响磁波。那么这次如果是银河核心黑洞这种巨大的引力把太阳风暴拉高了，那它吸引力这个事情麻烦。太阳风暴要是拉高的时候就会影响地球。一般过去这么多年天文学家的观测，太阳风暴从太阳的爆发到地球大概是2-3天，我们这就明显的感应了那2-3天。可是曾经有一次大概是半个小时，有这么一次。那么银河对齐的时候很可能就不是3天，会很快。曾经有这么一个例子，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恐怕也会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影响地球了。那么最小的影响，这是科学家估计的，地球上发射的这些通信卫星可能全部都被它破坏了。这一破坏呢，会影响地球的这个电磁波、无线电，影响飞机的导航。如果卫星全都没有了，这飞机导航就没有了。飞行会找不到方向，指南针测不准了，指南针这个磁场也会受干扰。这个很麻烦，船在海上航行也麻烦，如果这个指南针测不准的话，会迷失方向，就糟。这是说最小的灾难，大的呢，怕它引发地球上火山爆发，引发海啸，那可麻烦就大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不提防参加这次会议有一位美国布莱登先生，他告诉我们应对这个想法了，跟佛经上讲的相应。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在这个时候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就是此地讲端心正意。不但这个灾难呢可以能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那么端正心念，此地讲端正端心正意，意思完全相同，正心诚意。心怎样才能正？意怎样才能成？
啊，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诚意正心啊，真能解决问题。佛告诉我，一切法从心想生，又告诉我们境随心转。这个意思好啊，老祖宗告诉我们，正心诚意要从哪里做起？从格物致知做起，你才能做到啊。啊，格物是什么意思呢？放下欲望。啊，或者我们方便一点说，我们要降低欲望。这是格物啊。欲望不能降低，你的意不正了，你的心不会断了，做不到啊！啊，一定要把欲望，特别是物质的欲望，要大幅度的往下降。啊，第二个是致知。致知，我们简单的说，处事待人接物要理智，不能用感情。我们这样解释，大家好懂。啊，致知是用理智，不用感情，我们的意才会诚，心才会正。善乎即念的，不能有杀盗淫妄的念头，不能有贪嗔痴慢的念头。啊，要从这里下手。啊，所以远离五毒。啊，这个地方讲是三毒，前面是五毒：杀盗邪淫妄语饮酒。啊，不思邪物。啊，不思邪物，就是端心正意。六，意即悦。直去菩提，名端心；不求于事，名正意。其意更深，这个意思说的更深了。啊，那在我们本着这一部大经理念来讲，一心专念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是净宗的端心正意啊，其他的统统放下。啊，这是专修净宗，这一生决定能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啊，下一次我们还从端心正意这个地方学习。